古雕，到底买什么可以对付古雕？四凤。哦，四凤，你怎么一下就找到对付古雕的方法？原来盐水可以伤他的眼睛，而且瞧，对不起，原来盐水可以伤他的眼睛，让他看不见。客官，这样我们就能抓住他，对不对？是你要的盐和麻袋是吗？好，谢谢客官。哎，四凤，你偷懒找人代买啊？那又怎样？算了，正好可以好好练习浩辰师兄给我的遁雷桃降。你住这个房间啊？你觉得现在这样聊天合适吗？不太合适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我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。那个，我对雷桃江和熊不见了。好像落水里了，我找一下，我找到我就走。在哪儿呢？失落花恰好吻在你肩膀，是无事生非的夕阳，小风景。见你模样，惊觉荡漾，方寸乱了，应该怎么藏？曲目低眉撩拨心脏，请别一再试探我，你多难忘。